可惜没凯旋出来啊，出无忌嘛，出羊刀呀，无忌那不是出羊刀呀，这是羊刀下试一下。刘备踢飞了，谁是刘备？男枪吗？ 我爱的歌曲，什么歌曲？现在他们可以死了。我混了两个助攻啊，还行吧，两层被动，要带个韧性的。开战！ 通不到，嗯。随心而动，随任而行。 我灯笼，石头人崩了呀！暴击，暴击，哎，都不暴。 疯掉了！你怎么敢跟我打的？他的红 buff 怎么没爆？不过我怒气有点低呀，可惜。 爆 不来很正常，感觉能直接砍死他的，这 W 挂的不行，没减速到他，减速到就杀了。 小反甲，
不会这样，等打个羊刀的情节。哪位没什么办法，没什么伤害的他。不太好越吧。 这好像不太赚，他你大人头啊？怎么男枪被他打的没血了？我倒是挺赚的，我操，我赚麻了！哎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呀！哎，可惜。 扛塔了他，再打个攻速鞋的，现在那就。啊！我还不莽一点，直接E他的人呢。 我想刷E，然后过墙跑的，小兵打死了。啊，那三十大呢？加双穿，贵贵，8%的攻速，至多32%的攻速，加这么多，这效果怎么样？我莽一点直接E他，说不定杀完他凯旋就活了呢。 只是说有可能哦，有可能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这将会是场。 我全是魔法伤害混伤，贵贵。那现在的 ADC 有的 ADC 更猛了呀，全是混伤，混伤打肉很快，而且这件装备打肉本身就很快。什么全是魔法伤害，你看见没？ 我操，打肉是真快！啊，该 Q 一下，我打肉太快了，现在。我想，我看那个大招能不能回头挡一下防御塔，来不及了。那我得出这个了。 智慧默认加破败，先智慧默认再破败吧，然后看还需不需要补点暴击装，因为这个暴击不是说可以转化为魔法伤害的攻击力，魔法伤害嘛，这个羊刀，买个电刀，有道理，有说法的。 真不怕死啊你！我打你超快的。<音>
有点脆呀、啊！哎，我的塔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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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皇子又在上路？完了，我这不傻逼了？要出个电刀，那这样有个坏处就是他暴击不了了，你知道吧？打肉是挺快，他没有暴击的，不能刷 E 了。他这个 E 技能就很尴尬了，他刷不了 E 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打肉是很快啊，我操，打打砍他。我打这个出肉的石头人都很快，缺点就是暴击不了了。最好是能那种像天使这种不需要暴击的，就收益会更高。但现在天使有 bug， 天使出这个装备应该巨强，打肉贼快，伤害又高，还有魔法伤害，刚好契合天使的那个 AP 加成。说我的大招为什么不用？随心而动，随任而行。这将会是怎么屠杀？没机会。这皇子真 BT 呀、啊！怎么又在我这儿啊？我操，暗恋我是吧？我在哪？他在哪？我想杀他，我想杀这个石头人，我打他很快的，真的很快。5块钱，5块钱，我很需要这个钱。石头人混起来了呀，5-3了啊，反甲。他出个羊刀是吧？啊，不对，电刀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一技能太疼。打肉是真的快，这一个这么肉的石头人一下就给他杀了，全是魔法伤害，那么没有物理伤害，我操。全是魔法伤害，我跟你说，怎么打人贼快。随心而动，随任而行。
那我下一件出什么？出电刀吗？还是出破败呢？纳什之牙，就纯，那这样就是海妖也是魔法伤害，啊，确实，海妖就更快了打都，确实海妖这个本来就是魔法伤害，又变成魔法伤害，还能加攻击力，还能转化成额外魔法伤害。有说法，有说法，有说法，海妖应该是最合适的，看看效果吧。别偷塔了，他妈砍人去！我操，挺快的，被套虚弱了，主要是。下一件出什么呢？全是魔法伤害，我真无语了，纯混伤。我操，400多魔法伤害一下。452，贵贵，太变态了！我感觉我可以出个破剑者，直接无敌了。看打他很快，我操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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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石头出了的石头人一碰就碎。太快了，我这我操，我这几下打了1000魔法伤害了，这个海妖杀手真的就几下就1000魔法伤害了，纯不夸张。